Staring out the window, reaching for a North Star, waiting just to wake up from this nightmare where you could be right back in my arms, dancing to the moon. 终于到了，终于到了，好开心哦。下一个。Oh, so pretty. Oh, we have a puppy too. Oh, I bet she probably smells it. Amanda, Here we have our lobby. This space is open from 8 a.m. to 4 p.m. You're welcome to use the space. Hang out in here if you like. We have a storefront as well, so if you see anything you're interested in, just let us know. Included with your room is breakfast in the morning. We always have a complimentary drink bar here, so there's always a hot tea, a coffee. In the pot there's sugar, agave honey, and then in the fridge on the left there's oat milk, almond milk, and cold water as well. Help yourself, free of charge. Thank you.到了，超美的房间，我的天哪，好兴奋哦！这间我在网络上面看了很久才找到的，超级漂亮。然后外面还有自己的小阳台，哦，我喜欢这种绿意盎然的感觉，还有小鸟，我的天啊！这些哎，这里是 outdoor shower， 就是可以在外面洗澡，如果就是有兴趣的话。我喜欢那种绿意盎然的感觉，很 chill， 很舒服，而且一进来就有一个很香的味道，感觉有他们有点精油之类的。那这边是。室内洗澡的空间，但是不知道今天洗不洗得了澡，因为呢，跟大家说一下，等一下我找一个地方跟大家说。哎呀，好棒，好棒哦！天哪，好棒哦！好，跟大家说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呢，我们是差不多一点到降落在圣晃的机场。他说要到二号取行李的地方等行李，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等了超级无敌久，然后行李那个转盘都停了，我们的行李还没来。有几个人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就问旁边人怎么办，他们就叫我们到楼上的柜台去跟 Frontier 的员工就是询问这个事情。然后呢，他们的员工就叫我们到六号等行李的地方等，他就说可能就是这个行李跟着六号的那些人的行李一起来了，所以我们又到六号那边等了超级久，然后呢还是没有等到我的行李，所以我们又回去跟 Frontier 的人讲，在我们折腾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才跟我们说，哦，其实我们的行李就是在 EWR， 就是我们出发的那个机场出了点问题，所以行李压根就没有送到这边来，希望行李今天晚上会到，如果到了的话呢，他们会打电话跟我们说，我们再决定我们要去机场 pick up 还是要把行李送到我们住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没有行李的状态，然后我们穿长袖长裤，超级无敌热，然后超级饿，就是对，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可能等一下要去买一些衣服跟盥洗用品之类的。希望今天晚上行李会到，拜托，明天早上还要去玩水上摩托车之类的东西，所以真的很需要行李，拜托。没错，就是这样子。这是吊床，好像真的可以吊，但是我有点不敢。反正这边就是很有住在
南美的感觉。他们说早上会有免费的早餐可以吃，好像从早上8点到11点，所以希望每天早上可以起来吃个早餐。早上8点有瑜伽课，然后我们就一个人10块钱报名，就去的话就可以参加。这边很棒的是它还有 SPA room， 在森林里面做 SPA 的感觉。我是很想做，但是超级无敌贵，所以享受一下这个气氛就好。然后这边是免费的饮料伴儿，有咖啡、tea 跟牛奶跟水。然后呢，这边是吃早餐的地方，跟大家 hang out 的地方。这里很多鸟啊，热带鸟语花香，很棒啊！刚刚是南美真的很棒。Baking Studio。希望可以挖到吧，好饿啊。Thank you.
小时。Oh my god!
我也想打赌，我不想赌。很棒哎，这边很棒哎。